最終号シープスワールド恋する電子代スタート。最初のニュースはテイルンハイ二郎写真集&インタビュー。6月7日大人気ユニットテイルンハイの二郎が写真集を発売。オランダで撮影してきたという写真集には二郎の描いた13枚の絵も収録されています。最近其实呢就是在忙碌关于我的新书，没错，就是我的写真画册。因为呢之前就是为了这本书呢，然后特地就是去荷兰取景，那当然也就是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啊。那也在因为这内容呢是属于画册嘛，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有拿一些之前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些现在呢的一些画作作品呢，那都会收录在这本新书里面，那希望大家可以期待。平常其实蛮爱画画的，因为从小其实因为画画方面呢就常常得到许多人赞美，那在所以在画画方面就会让自己更有信心啊。设计方面啊，可能例如说自己有设计 T 恤啊，就是可能身上穿的这件 T 恤，那当然还有就是希望说之后呢如果可以更伟大的话，例如说可以设计一些例如说一个东西，它可以也许可以是开瓶器，那它也可以是打火机，就是可能它这个东西可以成为多功能用途的东西，那可以希望说融合一些就是一些生活中的 idea， 那可以制作出很多特别的东西。有什么看法哦？可能现在还没那么伟大啦，对啊，所以还讲不上什么设计。那当然呢希望说当然最希望是说这本写真集就是因为最近就是很努力的在画画，就是没日没夜这样子啊。那除了跟飞轮海一起宣传之外呢，当然也希望说设计之路当然是可以向往，可以朝那边迈进，因为那是一个自己的期许嘛。那当然希望说可以在这个写真书里面呢可以充分表现出自己在学生时代所念美术的那一份专长呢，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彻底发挥。二郎はこの日写真集の出荷のお手伝いをしました。続いて囲み記者会見をご覧ください。这是算是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算是完成了我一个从小到大一个梦想。一开始预购也已经破千本，然后我们首刷就是破万嘛，哦，五万本，预购已经五万本了。对，这是当然就是非常谢谢这些支持我的朋友，那本身我很期待，那也谢谢大家这么期待。父亲的梦想其实我相信就是在就是另外地方帮我加油的爸爸呢也会很开心，说除了现在已经不用让他担心之外呢，那也完成这个梦想，就是小时候他一直看着我长大，一直支持我这个梦想，我觉得他一定也很开心，也会继续愿意帮我加油。感觉大东好像有一点哽咽，有一点痛心吧，因为想到爸爸就会画。对，其实刚刚在看这个新出炉的打样的时候，觉得还蛮感动，因为是一直想做的事情，那终于完成，所以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很希望在这个时候很激动跟大家一起分享。二郎の写真集をよろしくね。